第11课, 现在几点? Lesson 11. What's the time now? 课文一 Text 1. 现在几点? 现在10点10分 中午几点吃饭? 12点吃饭 New words. 现在 点, 分, 中午, 吃饭 课文2 Text 2 爸爸什么时候回家? 下午5点 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? 6点30分 New words. 时候, 回, 我们, 电影, 课文3 Text 3 我星期一去北京, 你想在北京住几天? 住3天, 星期五前能回家吗? 能 New words 住 前 Proper noun 北京 轻声的功能 Function of neutral tone syllables 老子 老子 买卖, 买卖, 大意, 大意, 大意,